子贺，不许再哭了。你爸爸妈妈回不来了，以后你就是林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，必须坚强，明白吗？ 我爸妈就死在这片好。你说，如果我潜得够深的话，是不是还能再见到他们？都过去这么久了。 你在啊？你回来了，还没吃饭吧？快坐吧。我怕你不舒服，所以昨晚我爸就去会所找你了，结果发现人不在，就来家里看。我没事。我听说你把白小青给辞退了。他这么快就告诉你了？ 西装店老板打电话给我道歉，说是他们不小心弄坏的，而且实在没有可以替换的，所以白小青才想办法补救。我好像错怪白小青了。白小青好像过得很惨。你怎么知道？偶然间知道的。他和我一样，从小就没了父母，寄人篱下，现在又被我辞退，日子肯定不好过。 什么意思？我有点后悔了。后悔？我觉得我可以对白小青稍微好一点。你确定？青泽，如果明天白小青在公司表现出很感激我、很激动的样子，你还是适当要拦一下。 我不想让他太招摇。